你口渴吗？喝点水吧。要不然您吃梨吧，我给您削。我给您唱一歌吧，好吗？那我给您唱一老歌，您准爱听。唱一什么呢？田野小河边，红梅花儿开，有一位少年，正是我心爱。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，满腹的心里话儿没法说出来。他对这件事情一点不知道，少女为他思念，天天在心绞。河边红梅花儿已经凋谢了，少女的思念一点儿没减少，少女的思念一点儿没减少。我退休前呀，是个工团的独唱演员。怪不得呢，您一张嘴啊，就把我们给镇住了。一听就是专业的，您那专业那份儿，气场都不一样。你这孩子还真会夸人啊！真的。我老了，好久不唱了，气呀也不够用了。不过你唱的还挺好的呀，我呀还是头一回听你这岁数的人，把这苏联的歌曲啊。唱得这么好我妈妈以前啊是教音乐的老师，打小啊就教我唱这些个苏联老歌什么的。再说我以前是幼儿园老师，不过跟您比起来啊，我就是一半瓶子醋。阿姨，您给我指导指导呗。这幼教啊，应该是没受过什么系统的专业的训练。对。你母亲住院这些日子。我说真是好战士，头一次见他这么开心。伯母唱歌还是那么好听。我妈她唱歌了。啊。你知道吗？她好几天都没开口唱过了。真的。况且还是在这种地方，看来这个护工确实是不简单。顾主任。楚总你好。啊，来找你表姐是吧？我不找她，我是来接你下班的。啊？你车不是拿去做保养了吗？再说你还欠我一场电影呢。我什么时候欠你一场电影啊？哦，你们聊着，我进去了。顾大夫，你不会狠心拒绝一个专程前来接你的美女司机，是不是啊？来，走吧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车拿去做保养？这不小菜一碟吗？你狗仔队啊？你还知道狗仔队啊？那你知道狗仔队的来历吗？考我。意大利呢，有一个导演叫费里尼，他拍了一部电影叫《甜蜜的生活》，里边呢有一个摄影师专门拍别人的隐私，我想他就应该是你们狗仔队的祖师爷吧。你还看费里尼啊？哎，你给我的感觉是那种过着斯巴达式的生活。住在一间空荡荡的房子里，床是铺在地上的，枕边就放着一杯清水和几片面包，与艺术无缘。屋子里唯一的装饰品就是一具人体骨骼。啊，我有那么恐怖啊？我们家在东边，你怎么往西边开呀？啊？因为你要请我这个美女司机吃饭呀。凡儿啊，叶子姑娘她会唱苏联老歌，今天呀，我可找着一个小知音了。小知音，小知音好啊！阿姨，那我今天就算正式拜您为师了，您就是我师傅了。好啊，我呀，把我会的本领全都交给你。那谢谢阿姨啦。哎，凡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心不在焉呢？啊，妈，我没有，我不是正琢磨公司那摊子事儿呢吗？你呀，赶快给我找个护工吧！你说你天天泡在医院里边，公司那么大，那事儿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妈，
好的护工那么容易找吗？就说那佟碧云吧，那还是护工公司的主管呢，那就是一贼，敢轻易的给您找吗？妈，你别担心啊，我已经托护士长帮咱找了，现在不是快过年了吗？他说年后帮咱找一个好的啊。你跟护士长说呀，别的样呢我也不要了，就照叶子姑娘那样的就行了。阿姨，我也不行，干护工啊我也是刚入门，干护工我也是半瓶子醋。我就瞧着你好，你比他们都强。我怎么觉得我自己被绑架了似的？你应该感到特别庆幸，多少人愿意被我绑架还抓不着机会呢。在你们面前啊，我真是觉得我自己老了，老头一个。平安，嗯，咱们俩可没有代沟啊。哎，看样子好像你跟楚总挺熟的啊。嗯，认识。前几年那个恒远的案子闹得沸沸扬扬的，恒远的董事长去世，独生女楚凡被迫接掌帅印。没过两年啊，身为公司总经理楚凡的老公，他就偷了公司2亿，带着他的情人跑去太平洋的某个国度逍遥自在去了。我那会儿还是实习生呢。我想这件事儿到现在一定还纠缠着楚总吧？要是那个男的死了或者坐牢了，他可能心里会好受一些，是吧？我总觉得，楚总他看人啊，他眼神中含着某种怒意。年轻人，不要随意对别人妄加评判。哎，我可没有恶意啊，我只是好奇，好奇顾大夫您在以前楚凡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一个角色？初恋男友、蓝颜知己，或者说是仅仅熟人一枚？董小姐，咱俩好像还没熟悉到可以互相的分享隐私的地步吧？守口如瓶啊，那成啊。既然你刚才说我是狗仔队的，那我现在正式宣布，顾汉良先生，你不幸成了我的目标人物。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？我会偷窥，我会贴身跟踪，完了去你们家装那个针孔摄像头，潜入你们家翻箱倒柜，连垃圾桶都不放过。你今后要去跟什么人幽个会啥的，都逃不过我的鹰眼。鹰眼？我看你也就是一个哈巴狗的鼻子吧。你才哈巴狗呢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别吓唬我了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让我好好享受今天这个晚餐，可以吗？嗯。服务员，服务员，哎，来瓶红酒。哎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能喝酒啊。首先我不喝酒，另外一个你不是开着车呢吗？嗯，你刚才还说要做我的美女司机吗？怎么，你要酒驾？你上当了，代驾我早就请好了。不许多喝啊。嗯嗯，哇，你刚才说享受晚餐，真是听得我花心怒放啊。你诚心是吧？啊，对，也对，对你来说花心怒放是没错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你这干嘛？拍照片啊，干嘛呀？哎呀，你别苦着脸，笑一个。干嘛呀？我妈呀，她逼我相亲，她怕我变剩女，我就拍张照片让她消停消停点呗。我跟你说，你要让我冒充你男朋友可不行，听见没有？哎呦，你看。这拍的什么呀？你得笑啊，过来，不是你笑一个快，笑，对，别人无畏朋友两肋插刀，你就牺牲一下色相怎么样？再好好拍一张，这样。对了，这小疯丫头。叶子，叶子，怎么就响一声？大妈。那是短信，你帮着看看，别耽误事儿。这人怎么这么像顾大夫？是汉良吗？汉良的照片怎么在叶子手机上啊？啊，不是汉良，小戴看错了。怎么了？啊，你的短信。哦。
哎，我说芊芊，你没事给我发什么照片啊？都让楚总看见了，你这怎么那么没正形啊？我怎么没正形了？我不就给你汇报汇报工作吗？奋不顾身，你懂的。你奋不顾身了，我怎么办呀？你都不知道刚才那场面多尴尬。那纯属意外，纯属意外啊！行了，我现在还正享受晚餐呢。行行行，挂了挂挂。我姐，她这人嘛，有时就是挺事儿的，什么都爱管我，就跟我妈似的。哎，楚总，那个，照片啊，是这样的，我表妹芊芊，她为了感谢顾主任对我丈夫的关照，就请顾主任一起吃饭。你知道那个小女孩都特别爱拍照片。你跟我说这个嘛，这跟我有关系吗？来，烤红薯嘞！来，红薯养生呢、啊。来俩红薯。好嘞。啊，还有这个。好嘞。多少钱？十块钱。好，谢谢您，慢点啊。哟，您没事吧？哎呀，来来来，快起来！别上手去，别上手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呀妈，摔疼了，老胳膊老腿了，不抗摔了。哎呀，快起来吧！再说这肚里头没喝了，走道直发飘。哎呀。那这个您拿着垫吧垫吧，肚子里没东西可不行，这么冷的天儿。谢谢了，谢谢了，好人呐、啊，好人有好报啊，这个。哎呦，慢点慢点。好人可好报、啊，谢谢了。哎呦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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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嘛呢你？啊，谢谢啊。哎。妈，大哥再来两个红薯，这个吧。好嘞。您呐，是上了他的套了。他这叫假摔，这一代人都叫他老摔哥，不知道骗人家多少红薯啊包子的。他这个东西一到手，他撒丫子就跑，他那腿脚可利索了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早说呀？嗨，我也不就是为了挣你俩钱吗？今天早、啊，接我妈出院回家过年。昨晚没喝多吧？你怎么知道我昨天喝酒了？你还跟过去一样，上餐厅一碗意面打发自己，太不会享受生活了。不是，现在是全世界的人都跟狗仔队似的。你现在是叔叔辈的人了，跟小姑娘玩要留个心眼儿。现在是微时代，这一条微信就把你玩进去了，你信吗？谁拿微信玩我呀？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加紧联系他家人，可手机始终是关机的。平常都还好一点，最重要的是过年，那病房的人都快走得差不多了。顾大夫，我能不能把老人家接回家一天，就一天？不行，医院有规定，不是直系亲属，你不可以把他接出医院的。而且老人最近状态不是很稳定，你把他带回家，万一在你那儿出现什么状况，你应对不了的。另外，你丈夫回家，你也要特别特别的小心，药品必须随身携带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硝酸甘油舍下含服，然后立刻给我们打电话。啊，我记住了，我给他身上装一瓶，我身上也带一瓶，这样双保险。老姐姐，我回家了，过了年见，给您拜年了啊！年在您那儿，我给您拜年了。干妈，我去送送庄姨，马上就回来啊。叶子，
拿着钱给张奶奶去买点好吃的吧。哦，庄姨，您要是要给，要不您自个儿给他吧。我要直接给呀，他肯定不会收的，是个爱面子的人儿。那行，那我替张奶奶谢谢您了。哎呀，你说这大过年的多冷清啊，这什么儿子儿媳妇啊，过年也不过来看看，你说还是个人吗？叶子，也真难为你了，摊上这么件事儿。这倒没什么，也算是缘分吧。你可是个好人呐，你离我们这些老人呐很近。阿姨，您不老，您那么年轻，咱可说好了啊，您过年以后教我唱歌，您可不能说话不算数啊。我过了年以后啊，还得回来做手术呢。哎，咱娘俩约好了，不见不散。成，咱年后见，不见不散。妈，咱走吧。好，啊，庄姨，我送送您。不用了，走吧。哟，伯母啊。回家呀、啊？哎呀，汉良啊，刚才我到处找你啊，这不是过年了吗？你哪天有功夫上家吃顿饭？妈，你瞧瞧，这么多年没见了，我约汉良到家里去，这又怎么了？再说了，这也是起码的礼数啊。我呀，还有好多话想跟汉良聊聊呢。顾大主任那么忙，哪有空陪您闲聊天啊？忙着呢。那个伯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过年了吗？好多外地的医生啊，都回家探亲去了。所以我这个班排的比较满，这样，等我空了，我一定到家里边去看您，陪您聊天。好，我在家等你啊。妈，咱走吧。好，走。来，阿姨再见。好，再见，伯母。顾大夫。哎。这才29啊，人怎么都走光了？啊，干妈，我给您买了身衣裳，您看看，这身您喜欢吗？好看。这样子还有这颜色，您穿着肯定好看，衬您的肤色，你看，多好看。闺女。过年了，我想洗个热水澡。行，我去问问大夫，要是行的话，我再跟护士长说说，咱们借个单间，好好的洗个热水澡。好，闺女，真难为你了，这干妈的身子呀，太丑了，这人一老啊，就是一堆没用的肉。干妈，您千万别这么说啊。就当您这岁数啊，您这身子骨算结实的了。你真是个好孩子。我这人呐、啊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跟老人跟孩子呀都特别有缘。孩子谁不待见的？粉雕玉琢的，这人老了就遭人嫌弃了。看您说的，这谁没有老的那天呢？我知道您想您的儿子还有儿媳妇了，您放心吧，他们一定会回来看您的。行了，好好洗个澡，什么也别想啊，睡个觉，起来什么就都好了。哎，抬下头。哎，挺合身的。谢谢闺女。谢什么呀？这大过年的，孝敬您一身衣裳，应该的。这串佛珠啊，是我10年前在一家有名的寺庙请的，开过光的。过年了，我呢也送你一件，伸手，干妈呀，给你戴上。哎，不不不，干妈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您自个儿留着吧。这寺庙的老方丈啊，106岁才圆寂啊。这虽然不是什么金呀、玉呀、值钱的东西，可是，在干妈眼里，这比什么都珍贵。你再看着弥勒佛笑的多福气多祥和呀，带上它能保佑你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，也保佑咱们志平早些出院回家。那就谢谢干妈了。今儿啊，就算给干妈过年了，明儿就别过来了，这儿啊
有护士长啊、医生啊，组织这些没走的病号过三十儿。你呀，就放心吧，干妈呀不孤单。哎，叶子，今儿就跟干妈挤一张床吧。哎呀，这么小一张床，跟您挤一块儿，那不得给您挤成肉饼了？我愿意。挤吧，挺好啊。我有三个儿子，谁成想我没想到儿子儿媳妇的福，却想到了你这干闺女的福啊。抓着我的老腰了，哎呀！嘿，是你这个老家伙！哎，我说你撞我多少次了你啊？啊，大过年你会不会信你啊？赶紧起来，滚蛋！你个老不死的，赶紧起来让道，别演了。过年了，哎，得给买几个地瓜吃吧。啊，还要烤地瓜？哎，我说你还讹上我了你？不是，马上起来滚蛋，听见没有？不是那个，还装，还装，滚蛋，听见没有？哎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马老板，你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了，你干嘛对于老人这样啊？你谁呀你啊？你管大爷的事儿呢？管我谁？他就那个打老娘小报告那姓叶的臭，你说话嘴干净点，你骂谁呢？我就说你呢。你说你们也真是的，万一老人撞了不管，大过年的干嘛呀？问你面好吃的怎么了？你没爹没妈呀？嘿，你还真说对了。哎，我真没爹没妈，我怎么从媳妇里蹦出来的？我就踢他了，怎么着？干嘛什么呢你？你推我！哎，爸，你就别过去了。哎，动手，手，动手你！先把架怎么的？没事吗？没事。叶子，打110。对，打110报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吓死我了！哎呀，打110，打呀，打110，把碰瓷儿抓走。别！谁碰瓷了？谁看见了？对啊，我们就看见你把老人撞了，你想溜？大过年的。大爷没时间跟你们啰嗦啊！我知道你们这一家不就是讹了约20万吗？都是讹人货色。走走走，快点！老东西，别让我再看到你。讹你了，德行！别生气，大爷，你没事吧？来，良心让狗吃了的东西啊！你就是找死！行了，大爷，你下地狱！大爷，干嘛你、啊？大爷，看大爷回家吧。您怎么不回家呢？我没家，老顾了帮子也搞吧。大爷，你等着啊。不是，谢谢。师傅，来那个三个红薯。好的。就要这三个大的。好，您真是个好人。啊，谢谢。大爷，给你买了几个红薯，拿着吧。啊，不不不。哎呦呦，赶紧拿着吧，过年赶紧回家吧，多冷啊。闺女，我见过你啊，好人。好人呐！啊，拿着吧。不是，真使不得这个。拿着，拿着，回家买口肉吃啊。谢谢了。哎呦！谢谢你。不谢不谢，不走了。哎呀，没想到我还能回家，老天待我不薄啊！多亏了顾大夫把我从阎王爷那给赚回来，我赵志平还活着，我真觉得我赚了。
你就是赚了呀！你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。我跟你讲啊，你就是活不到99，你也得给我活88。那等我活满了88岁，你买我的时候，也给我录2盘你跳舞的光碟放在旁边呗。这样，我到了下面，时不时的还能看看。你真想到下边看我跳舞啊？是啊。那你不怕秋秋他妈吃醋啊？那不会。他妈临走的时候啊，特意嘱咐我，给秋秋找一个疼她的后妈。你多疼秋秋啊，她谢谢你还来不及呢。说不定啊，她还会和我一块儿看呢。美的你！哎，那要是我跟秋秋他妈在下面团聚了，你自个儿在上边也找个可亲的老头呗，别单着。那哪能啊？哎，你走的时候要是88的话，那我就78。那我怎么着也得找一个比我小10岁的，找一68的老头啊！我得让他好好的伺候伺候我，给我端茶送水，还得捯饬我那假牙呢。美的你！哎，叶子，要是哪天我真的怎么着了，有合适的你就再找一个吧，对自个儿好点儿，别遇上什么事儿都自己一个人死扛。我说你能不能不说这个呀？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这辈子嫁给你了，我就赖上你了。行，赖上就赖上吧。给你买了件新衣裳，看看。这么红啊！过年嘛，多好啊，穿得喜新了。来，赶紧换上。妈，这好不容易回趟家的，要好好的伺候伺候你啊。嗯。来，身上。这老婆给买的温暖牌衣服啊，穿的就是舒服啊。嗯，救命的药啊！爸，汤来喽！哦，你快点，烫手，有点烫手。哎呀，还做不少啊！哎呀。那是，哎呀，对着菜谱琢磨了一下午呢。您坐，赶紧坐，真不简单。来来，不会做菜的人弄了这么一大桌。那是啊，那个阿姨放假回家了，您这个老单身和我这个中单身，咱不能说就不过年了是吧？您尝尝这鱼怎么样？赶紧啊，一会儿凉了不好吃了。这鱼做的怎么样哦？嗯，行吗？还真挺香的。那是我对着菜谱研究了一下午呢。有你的，去多吃点，爸。本来我应该陪您喝一点酒的，但是我怕医院里边有急诊嘛。来，那个爸，我祝您在新的一年里边啊，身体健健康康的，然后心情快快乐乐的，是吧？然后一定要高高兴兴啊。嗯。哎呀，不会我这个乌鸦嘴吧？哎，快切吧啊！哎，好，我马上到。每年大年三十，咱们家都包饺子。你可是4个人，你看4种造型。哎，看奶奶的这个像元宝，我的是将军肚，阿姨包的最漂亮了，看看看，像花盘一样。老爸，你也太有才了，你看看你，饺子都被你包成馄饨了。管它长什么样呢，只要吃起来很香很给力就行。就你那将军肚啊，下锅里又瘪又烂的，那才不靠谱呢。那不正好吗？您看啊，您香菇肉馅的，回头将军肚一爆，辣汤里了，咱不用熬汤了，喝汤够鲜的。就是。待会要是再来2两小酒，那就成神仙了。哎哎哎，别瞎想啊，顾大夫可说了，你滴酒不能沾。没说真喝，遐想一下而已。那就身体快好起来，别瞎想了，咱喝他个够。监测生命体征。夕阳准备出站，150升。好，我已经准备好，准备出站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。病人家属联系上了吗？留下的电话都联系过了，联系不上。其实是大年三十，这老太太要是撒手走了，身边连一个亲人都没有，这也太惨了。
你把赵哲平爱人的电话给我。好，我马上去。快一点。成了，我先煮一锅。哎，阿姨，等等，趁我的将军肚没破，我先拍个照发微信。这孩子，来来来，有图有真相。我谁这么早拜年呢？喂，哦，郭大夫啊，怎么了？张奶奶的家人，医院现在联系不上，所以我只好给你打一个电话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程院长，我知道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张奶奶不好了。啊？那她家人呢？找到没有？顾大夫说，张奶奶可能扛不了多久。那你赶紧去看看吧。张奶奶要是真不行了，你也好送送她，毕竟你们也算是母女一场了。这大过年的，你看，志平好容易回家一趟。妈，没事。哎，作孽呀！你去吧，早去早回。那行，那我快去快回。我们等你回来吃饭。成，妈走了啊。注意安全啊。张奶奶在等你，我跟她说了你过来，她时间不多了。妈，春晚开始了。哦。妈，你别忙活了，赶紧过来看电视。就好就好。嘿。吃糖。啊。哎呀。啊，张嘴。哎，爸，我先去刷会微博，等魔术开始再叫我啊。嗯。走啦。死丫头。妈。啊？哎，我来。让儿子好好孝敬。妈，喝茶。喝茶。下面有东西，哦，叫三宝回来。知道了。再陪他一会儿。好吧。谢谢。这容易太暖和了，我都冒汗了。脱了脱了，别捂着了。还穿原来那件。嗯。嗯，也不知道叶子到没到啊？你说这怎么回事啊？一个老太太住到医院里头，儿子媳妇一大家子人呢，这年三十快去世了，就干闺女奔过去了，可怜呐！妈，啊，有件事啊，
儿子得向您老人家坦白，也为您儿媳妇证个名。哟，啥事儿这么正经八百的？我跟叶子不是一直没孩子吗？你以为是叶子不会生？嗯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好了，在舅舅成人之前，我们先不要孩子。一呢，他是怕有了自个儿的孩子偏心眼儿；二呢，他怕再生一个，家里经济负担太重，让您和舅舅受苦。气死我了！原来你们俩联合起来骗了我十年，真是这不孝。哎，妈，你消消气吧，别生气。你啊，快把身体好起来，给我生个大胖孙子，不然呢，我就饶不过你们俩。妈，您不是已经有秋秋了吗？那秋秋嫁人生的孩子姓赵啊。哎呀，我的妈！你别这么封建了好不好？男孩女孩不都一样吗？啊，不一样。一样嘛。半点我都赶不上啊！快点吧，都怨你。我说早点来看妈，你非得不让。这大年三十就妈一个人能行吗？这是怨我呀！啊，当初还不是你说要好好练练老太太，给她一个教训。哟呵，大哥大嫂哎。哟，妈摔镯子以后，你们头一回上医院吧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们也是第一次来吗？我们这不来了吗？这不还给妈带好吃的吗？就你们带吃的了，就你们孝顺。不搭理。什么人啊？走走走走走走。小燕妹子，我代表我们张家，谢谢您了，我给你鞠躬了。谢谢你，我给你鞠上了。谢谢你，红酒杯。哎，青青啊，刘谦魔术开始了啊！我来了。哦，爸，快看，外面在放烟花，你看，好漂亮。真好看。叶子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不会出事儿 啊？没事，妈。大过年的，可能不好打车吧。好了，这是我今天第一个表演，是这个样子。啊，这个是我要弄进去了。最喜欢的一个魔术发明，结合我们接下来。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妈。可能是有点饿了吧。哎呦，那我给你煮饺子去。哎，奶奶，多煮点，我也饿了。
您好，您是哪位？哦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是张奶奶的儿子三宝吗？你行吗？没事。哦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了。药。没有药啊，药。哦，药。没有药啊！快找药，快找药！药在哪儿呢？药！奶奶，阿姨，阿姨那边还有一瓶。快快给阿姨打电话，问那药在哪儿呢？是她换的衣服。别吓我妈呀！儿子，快点接电话啊！喂，怎么了？药放在志平的绒衣口袋里了。啊！我马上回来。叶子，赶紧上车，快点。120电话打过了吗？家里打过了。妈，儿子，对不住你了。你不能丢下我和球球啊！儿子，不行，不能，不能啊！儿子，不能。爸，我在这儿。球球，好的。走开，上得好。
靠近我儿子。你拿走他的最后一瓶救命药，要再他死不了，你要去看你那个干妈，你让他丢了命，是你，你让他丢了命啊！儿啊，儿啊！当年你就是这么害羞，我也害羞。我牵着你的手，就像现在这样，我的小心脏啊，扑通扑通的。我俩就这么手牵着手。爸。韩莲回来了。你这睡着了你？你怎么不上楼休息？哎呀，真是！而且我看那个饭您都没动。哎呀，别等我，大年三十了，怎么会得等你回来？咱爷俩吃个团圆饭呢。那个老太太走了，还有那个跳楼的赵志平。哎，大年三十啊。家家都在吃团圆饭，这个时候离世，这家人怎么面对呀？你看你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大夫，应当学会淡定的对待生死。可是赵志平的死，是因为我的一个电话造成。您知道吗？就因为我这一个电话，我让母亲失去了儿子。让一个妻子失去了自己的丈夫。你看，我刚从他们家回来，这一家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你看把你弄成这个样子了。爸，我特别想喝口酒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等着啊，我给你热饭去啊。姐，老太太的心结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打开的，要不你先去我那儿住几天，让老太太缓一缓。我妈都说可想你了。我哪儿都不去，这儿就是我的家，你赶紧回去吧。这大过年的还让你专门跑一趟，
进去了。那 我就不去了，让老太太静一静。你有事儿记得一定给我打电话。妈，儿子回来晚了。妈，大年三十那天晚上，是这么个干闺女给我打的电话，说我妈走了。后来我哥嫂也说是这个叶女士守着我妈咽的气，可是我就没弄明白了。为了给我妈送终，她老公也没了。当时的情况呢，是医院里边啊就根本联系不上你哥哥嫂子他们，所以没办法，我才给叶女士打了电话。因为我想，你母亲当时那个情况，她一定是希望身边有一个亲人，或者是她自己熟悉的人陪着她。只是我真的没想到这件事情会牵出张家这个悲剧。因为就在叶女士在医院陪你母亲的这个阶段里边，她的爱人突然心脏病急性发作，以至于到今天为止，她婆婆还不肯原谅她。妈，刚熬的小米粥可热乎了，您喝两口吧。我不饿，咽不下。不吃东西哪行啊？您这么大岁数了，不吃东西可扛不住啊！来，喝两口吧。哎，喂，是叶子姐吧？我是三宝，我回来了。啊，我现在就在那个顾大夫办公室呢。我就想问问您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咱们见一面吧？就现在吧，我马上去医院，把你哥哥嫂子都叫上。顾大夫，哎，这是叶子女士，这是三宝。您就是叶子姐吧？我是三宝。你的哥哥嫂子都到齐了吗？到了，跟那个办公室呢。那说正事儿吧。这只镯子是干妈临终前留下的。他摔的那只是假的，他不想让你们几个为了一只镯子把骨肉情都给打没了，所以他摔了一只假的，想让你们断了这个念想。可是他没想到，他这一摔把亲儿子都给摔没了。这只镯子他已经送去鉴定过了，鉴定书也在这儿，珠宝行标价50万。你这是何苦呢？干嘛给我们演这一出呀？顾大夫，啊，护士长，今天请你们二位给我做一个见证。这只镯子我已经还给张家的人了，这算是对我干妈有个交代了。好，行，那我就走了。妹子，妹子，妹妹子，你就这么抬脚一走，我们心里怎么过意得去啊？就是啊，工钱，工钱，快快快！啊，对对，干了多少天，一分钱都不能差。我们出，我们出。行了，你们，我好歹也叫了他一声干妈。你们这么做，不是恶心我吗？怎么着也得一起吃个饭吗？这样，咱们找家好馆子，吃什么您随便选，我请客今天。对对对，我带着钱呢，您放心。够了，别他妈跟这丢人现眼了。
子姐，等一等，燕子姐，燕子姐，哎哎，我可以叫您叶子姐吗？叫什么还有意义吗？反正以后咱们也不会再见面了。你还有事儿吗？不是，我就是想说吧，您为我们家付出了那么多，我觉得我光说谢谢这俩字儿，我觉得特别轻飘。我就想告诉您，我这回回来我就不走了。您能给我留一电话吗？以后咱们常联系着，就当是亲戚，咱们走动着。你那几个哥哥嫂子干的那叫什么事儿，你知道吗？那叫丧尽天良，我跟你们认亲戚。我跟你说，我跟你们张家的缘分，打干妈死的那天起，就到头了。追上，本来想找他聊几句，关心关心他们家情况。他最近精神状况特别的差，好像不大愿意见人，真挺让人揪心的。刚才见着张奶奶家那老大和老二，我心里边有一种抽他们的欲望。妈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志平兜里这瓶药，我找到了，就在饮水机跟墙角之间呢，两指宽的缝隙里。怎么就滚那儿去了呢？怪不得找了半天也找不着。老天捉弄人呐！叶子，我想来想去，你还是走吧。妈，您让我去哪儿啊？这是我的家呀。志平走了，这不是你的家了，总不能让你守志平一辈子吧？你还年轻。你也守不住，早晚得走，不如现在走，大家都清静。妈，我知道你怪我，可是我真的把药好好的放在志平的口袋里了，谁想到他会滚出来啊？哎呀，都怪我，我应该把我那瓶药放在桌上的，那样志平就不。你说张奶奶没有一个儿子媳妇在身边，我就想赶着去送她一程。我不怪你送张奶奶，我怎么能怪你呢？你心肠那么好，你们母女一场，你应该送。你是好人，好媳妇儿，我这做婆婆的，鸡蛋里挑骨头，也挑不出你的理。可我就想不通啊！我白天睡不着，想；晚上睡不着，我还想。我就想不通啊！你要是不给他换那绒衣，志平不会嫌热，也
也就不会脱，那瓶药也就不会丢。那瓶药丢了，你又揣着另外一瓶去送你干妈，怎么就那么巧啊？几分钟，这药没有到他的嘴里，我儿子他就没了。这是命啊！我想来想去，叶子，你不是我们赵家人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你不应该是我们赵家人。还有生孩子的事儿，我听志平说了，是你的主意。怕我舅舅吃苦，好心等几年。等什么呀？等到男人死了，你和谁生啊？你还年轻，还能生。可生下的，他不姓赵啊！你要不是好心，给我们赵家生下一个根儿，该多好啊！这会儿志平走了，我老太婆也有个念想。谁想到会这样啊？要我知道早这样，我跟志平早就把孩子生下来了。就算他现在走了，那我看着孩子，也像看着他一样啊！说什么都晚了。你克他，克他！看见你我就想起了志平，我心里堵得慌。走吧。您就这么恨我吗？要是您看见我堵得慌，那我走，我不在这儿招您烦。说这赵大妈是咋的了？儿子死了，你怨媳妇儿，你也不能撵他走啊！你说这大过年的，是呀，太可怜了。哎，大冷的天儿，好的条件，你们叶子姐，叶子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跟踪我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我，我就想来认个门儿，但是我没想到您这。不是您告诉我，我能为您做点什么？真的，我为了老太太做点什么都成。不是，要不这样，我跟您回去，我向老人家谢罪去，成吗？你谢的哪门子罪啊？你有毛病吧你？顾大夫都告诉我了，赵大哥去世，您婆婆记恨您，都是因为我们家。我谢谢你了，你离我远点吧，现在家都进不去了，你就别再来添乱了，成吗？不是，那要不这样，您要没地儿去，您跟我走得了，我给您找一地儿去，成吗？不是你有病吧你？你谁呀？我跟你回去。我镯子已经还给你们家了，咱们已经两清了，你就别再来添乱了，成吗？您说您都这样了，我能不管您吗？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，更何况您这不是滴水之恩。我不需要你报答，你离我远点。哎，叶子姐，那个，要不这样。这是我的那个转业费，我知道您现在肯定是特别需要钱。需要钱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干嘛拿你的钱？你谁呀？再说我现在拿钱有什么用？我丈夫的命已经没了，拿钱能买得回来吗？你妈的命能拿钱买得回来吗？你早干嘛去了？你妈生病的时候你去哪儿了？你妈咽气的时候你去哪儿了？你现在出来装什么好人？您骂吧，使劲骂，怎么解气怎么骂，怎么骂都成。什么都别说了，这一切都是命。碰见你妈，也是我的命。
你不是想感谢我吗？成，你别让我看见你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。我现在最不想看见的，就是你们家的人。发财，红包拿来！哎呀妈呀，怎么是你啊，姑娘啊？你真是，哎，这要出门啊？哎呀，这死冷寒天，坐着多凉啊！回家呀，回家过年吧啊！姑娘啊，你这怎么了？没地方去。什么？喂，不是，这大过年的，姑娘，你要不嫌寒碜呢，就上我这暖和暖和。来，姑娘，酒。哦。哎，来来来，冰箱，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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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瞅瞅。哎，快坐快坐快坐。哎，快坐快坐。哎，来过来过来。看你这样，是遇着啥难心事了？啊，你放心，我不打的。嗯，我姓马，人头马的马，你就叫我马叔。啊，马叔。哎，哎呀，再早啊，我就在这片啊，负责着环境卫生，哼，扫大街。这一来二去的呀，闹个脸熟，人缘不错。后人扫着扫着，就扫不动了。厚着个脸皮啊，占了人家邻居的楼梯间儿。哎，就扯这个店呢，都是人家那个过道的，住这楼的人呢，都给我把那店字儿摊。哎，孩儿啊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啊？等着，等着，等，马叔这就给你下面条了啊！咱这个快。三弟呀，来喝水啊！喝水。这叫什么？粉身碎骨，是吧？今儿我就让他跟他一块儿粉身碎骨。别！这不能摔，这个冷静，千万冷静啊！真不能摔这个啊！这可是不能摔，这可是咱妈留给咱的。就为了这玩意儿，你们害死了咱妈，害死了赵大哥，害得人家叶子姐无家可归啊！什么东西啊你们！我他妈！哎，你别摔！别摔！求你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是，我们都错呀，我们错了，我们确实我们错了，不能摔啊！我真想不明白了，为什么咱妈临死的时候还惦记着你们几个？这东西本该留着的，这是咱妈留给咱唯一的念想。可是我知道，这东西它只要在一天，你们就不会消停一天。
卖了吧。啊，玉是好东西，你们不配留着它。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咱们把琢磨卖了，这钱咱哥三个平均分。哎，对对，也有你一份。对对，平均分一份。不要。哎，三宝，三宝，有你一份。来，北洋，哎，来，吃啊！谢谢。哎，谢啥呀？你看啊，你又给我买烤地瓜，又给我钱，还因为我跟那个牲口拔刀的动了手，你就是那戏里唱的那个侠肝义胆的女子。要说谢，得是马叔谢你。嗯，闺女啊，你是不是心里犯嘀咕？哎，这老糟人头子，你说整天这老么哈吃眼，在大街上，你说也不要个老脸，又是碰瓷儿，又是……我没那么想。我觉得您现在这样，肯定有您的难处。啊，其实居委会、派出所找我谈好几回了，想派人呢把我送回老家去，我呢就给他赖着不走，他们拿我也没辙。马叔，哎，您肯定有孩子吧？我觉得您应该回家去。您这么老一个人在外头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儿子倒是有一个，可他不着调，他不孝，根本指望不上。我还指望我自己个儿。哎呀，喝出这张老脸来，这不也混个有吃有喝吗？闺女啊，这二锅头喝一口，那是浑身都热乎了。哎，来一口啊！啊，呛上了吧，闺女啊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哎，你看我都混成这模样，不活得也挺乐呵吗？再说了，你咋的？那不也比我强啊？我现在还真不如你。你不管怎么说，还有这个窝，我倒是有家，但是回不去。来，再来口。哎，哎，阿姨她上哪儿去了？秋秋啊，你今年也14岁了，该懂事儿了。你爸走了，这家里就剩咱们婆孙俩相依为命了。往后你跟奶奶呀，要过最苦最紧的日子了。我们不是孤儿寡孙的，我们还有阿姨呀。别指望她了，她走了不回来了。是你把阿姨赶走的吧？阿姨她才不会自己离开我们。是我让她走的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她不是你亲妈。她要是你亲妈，想走我都不让她走。她是你后妈，她才30多岁，她得奔自个儿前程。可她愿意养我们呀，我知道她愿意的。她愿意也不成啊，她不欠咱们家的。我不管。我阿姨回来，我就叫她回来。你给我把阿姨找回来。你哭啥？哭能顶用吗？要顶用，奶奶上到外头坐在地上哭她个3天3夜。奶奶命苦啊，养了儿子养孙女。我今天说最后一次，再也不说了。奶奶再苦再累，也要把你俩吃大。等你嫁了人，奶奶就敢去找，找你爷爷，找你爸了。
谢谢。顾主任，您那么忙还专门来看我们，谢谢你。我替志平谢谢你，你真是个有心人。您年纪大了，一定要注意身体，节哀顺变。我眼泪都哭干了。叶女士没在家。嗯。哦，我让她走了，儿子不在了，我有什么道理拽着儿媳妇？伯母，我听出来您这是在埋怨叶女士。但是这件事情，责任在我，不在他。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应该打那个电话，我不打那个电话，叶女士就不会去医院。她如果不去医院，那您的儿子就可以及时的服下硝酸甘油。哎，顾主任，这怎么能怪您呢？您是大夫，您管的病人要死了，您不得通知家属吗？那您找不着亲儿子亲闺女，不就得找干闺女吗？是我考虑不周，您儿子是危重病人，他的身边需要叶女士来照顾他。我不打那个电话，他就不会去医院。我儿子的命是你捡回来的，年三十那天晚上，您破着命救他，我看见了。唉，我谁也不怨，这是造化弄人。我儿媳妇儿，她不该进赵家门。我儿子命薄，他躲不过这一劫。那叶女士她……这我就管不着了。我给他指了阳关道，他离开这个家总比守着我们一老一少强。是我，叶女士，你现在在什么地方？顾大夫，您找我有事儿吗？我有重要的事情想跟你谈，我去找你好吗？您找我有事儿吗？我刚从你们家出来，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。你现在住在哪儿呢？是在朋友那儿啊，还是在亲戚家？您就别管了，我挺好的，谢谢您的关心。爷来，看看今天运气，出门就开让，热乎人。看，找你呢。谢谢您收留我，回头有机会我再来看您。闺女啊，你也好好的，啥事儿啊，咱都往好了想啊。我在你包里头放了瓶老白干，心难受的时候再抽他两口，倒头啊闷他一脚，啥事儿都没。好，那我走了。走啊。顾大夫，您就跟钱都停吧，我不麻烦您了，在那儿下就行。你就算是想躲人，也没必要躲到一个乞丐家去吧。真的不是您想的那样，我跟老帅哥也算是挺熟的，也正好碰上了。你表妹他们家住哪儿啊？要不然我送你去你表妹家。她回老家了。哎，小邓啊，你现在啊去买一套被褥，然后放到单身楼我的休息室，啊，稍微快一点啊。哎，顾大夫，不用了，真的不用麻烦您了，我能找到住的地方。你现在逢年过节的，我知道你又不想去麻烦朋友，我帮你找住处。哎，
真的不用麻烦了，真的不麻烦，挺方便的。